啊，每一天想着阿弥陀佛，念着阿弥陀佛。啊，别人给我说话，回答全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念得最到家的，我们在乡村里面看到的阿公阿婆，一天到晚那个念着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讲话，笑眯眯的阿弥陀佛，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听进去，他全是阿弥陀佛，真可爱啊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我们常常听到啊，佛法里讲功夫成片，我想那就是功夫成片的样子。他心里头没有杂念，不管你跟他讲什么，讲好的，讲坏的，他都是笑眯眯的，都是阿弥陀佛。哎，你别看，那真不得了啊，那种人决定往生。那种人身心健康，绝对没毛病。那种人是有福的人，他住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区有福报。哎呀，富人居福地，福地富人居。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真学会了，你了不起了。